太子公司照顾最多的，那我想说，我们这个胜利，我就应该要跟太子爷来分享。那孩子知道说，我们其实我们也很高兴，之余我们要想到说，我们要该感恩谁，感恩我们的主，我们的那个太子爷，感恩我们的主委，他们从背后的推手，这是我今天带他们来的目的。太子国中，到。